你係啦，潘教授啊，剛才正話講個子字咧，嗱，中國人嚟講就好講呢個孝道噶嚇，咁個子字同個孝道嚟講係有啲咩關聯咧？同埋有對人嚟講睇之有啲咩啟發咁樣係？其實剛才我哋都提到個子字咧，對個孝字咧，其實係有直接嘅關係嘅。咁喺呢度當中咧，我哋可以從個字形咧都直接睇到出嚟。孝字就係下低一個子字啦。上高一個土字加一個斜畫啦嚇，呢、這個孝字嚟啊，原來係。係啊，呢、這個就係嗰、那個金文嗰個孝字，古嘅孝字。咁喺我哋現代嘅街書咧，大家都睇到啦，係一個斜嘅嗰個一畫啦，咁下低有個子字。咁好明顯咧，就係話孝係相對於由子去孝順父母。咁點樣點解呢個設計會係放個子字喺下邊咧？嗱，有兩個嘅講法。第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上高咧呢個字係咩咧？大家去諗一諗，其實上高呢一部分就是一個老字，老人家個老。咁當父母老咗嘅時候，作為子女應該點樣樣咧？或者甚至乎有啲父母係老到係行唔喐啦，行動唔方便啦，其實作為子女咧就應該去孭起佢，幫佢行動，幫佢去睇醫生，咁作為子女對爸爸媽媽，我諗呢個回報係應該嘅，呢個孝順係應該嘅。嗱，我哋從第二個角度去體會一下孝啊。上高一個土字，跟住一個斜洞，下低一個子。其實咧，我哋講喺人嘅生活當中啊，土地係最重要嘅。咁呢個土地咧，係代表咗乜嘢咧？除咗住屋之外咧，就係我哋古代嘅所講農耕啦。呢、这個斜洞咧，我個講法嚟講，可以話係一個錯頭，去耕呢種呢啲土地。作為一個父母，佢好辛勤咁樣，日日去耕作，日日去耕田，為咗就係仔女啦。咁我哋作為仔女嘅細路仔嘅時候，就喺度受到父母嘅關懷愛護啦。咁但係當父母年紀大啦，佢唔再可以耕田耕種啦，咁呢支擔挑啊，我哋作為仔女就應該承擔起佢，承擔起呢個繼續耕種呢個土地，繼續去養活一家人嘅責任，承擔起呢個責任嘅時候，就係我哋作為子女成長嘅階段，亦都可以話係回饋父母，等父母可以有時間頤養天年。咁喺呢個中國人講，所以承擔一個家庭先至係作為一個真正嘅成年人。咁當仔女睇到你自己去孝順父母，即係孝順佢嘅爺爺嫲嫲啦，咁呢個身教就能夠一代傳一代咁，呢個孝道就可以流傳落嚟。當你自己老嘅時候，你嘅仔女亦都睇到你以往係咁孝順佢嘅爺爺嫲嫲，佢亦都會將呢個家庭嘅承擔責任接過嚟，承擔咗下一代嘅責任，咁我哋中國人嘅孝道就可以一代一代咁樣薪火相傳，不至於停頓或者係斷層啦。哦，多謝潘教授，唔怪得咧呢個中國人咁重視呢個孝文化啦，亦都可以將佢呢個代代相傳落嚟，亦都係中國文化裏邊一個好深層嘅一個嘅重要嘅組成一部分嚟嘅。冇錯，所以我哋話其實喺文字當中，我哋仲可以詳細去解釋，多啲去解釋，令到我哋更加深入了解中國人個思想點解流傳呢啲咁高度嘅文化藝術、咁有創意嘅圖畫文字俾我哋係一代一代去到使用咧。我去過好多學校，同好多同學咧去講解呢個中文創意嘅課題。亦都令到有部分同學咧產生咗一個新嘅創意思維，好似剛才我哋講過子字啦，有好多同學都猜想到，原來我喺細路仔嘅時候係俾爸爸媽媽咁愛護、咁愛惜，咁樣包住雙腳抱住喺懷裏邊，咁呢個咧係相當之係俾我一個好好嘅深刻嘅印象。咁其實喺市面上亦都有一啲嘅書籍係提到甲骨文啊或者古文字。咁但係當中咧都比較缺乏提倡呢個創意喺嗰個深度方面咧係冇再進一步發揮。咁我希望
提倡呢個文字創意，就係想能夠令到學生喺體會呢啲文字圖畫嘅同時，可以啟發到佢哋嘅思想，令到佢哋嘅中文能力水平提高，運用嗰個詞語嘅能力增加，咁從而咧係滲透咗道德教育喺裏邊，令到所有同學咧都能夠有一個好好嘅道德文化背景，咁將來能夠深入去研究呢方面嘅課題嘅時候咧，更加可以成為一個中國文化嘅薪火相傳嘅人。咁我哋能夠提倡呢個中文創意呢個課題，最大嘅目的就係希望我哋嘅文化能夠更上一層樓。喺呢度，多謝各位。